在2019年广州国际汽车博览会，宝马集团携旗下31款车型组成的豪华产品阵容精彩亮相，全新 BMW X6 以耀世之姿迎来中国上市。作为今年 BMW X 在中国推出的第六款新车型，全新 BMW X6 的上市将进一步巩固 BMW 在豪华 SUV 细分市场的领导地位。全新 BMW 三系家族全新成员 320i 运动跑装、 320LIM 运动跑装、 330LI xDrive M 运动耀夜跑装和 330iM 运动耀夜跑装作为上市车型登场，满足运动豪华轿车用户对运动个性与专属豪华更极致的追求。作为运动型多功能轿跑车 SAC 细分市场的开拓者和领导者，全新第三代 BMW X6 正式上市。 BMW X6 外观设计融合最新 BMW X 家族和轿跑设计语言，首次应用 LED 自发光的耀影光幕格栅，配合 X 型智能激光大灯以及 L 型动感 LED 尾灯，使整车熠熠生辉。本届广州车展，我们迎来了全新的 BMW 三系家族最新成员 320i 运动跑装、 320LIM 运动跑装、 330LI xDrive M 运动耀夜跑装和 330LIM 运动耀夜跑装，进一步丰富用户对动力操控和高价值配置的选择。新车全系采用新型 B 系列 2.0T 四缸涡轮增压发动机，330车型发动机最大输出功率提升至190千瓦，峰值扭矩达到400牛米，320车型发动机最大输出功率为115千瓦，峰值扭矩为250牛米。此外，宝马集团携旗下 MINI 品牌作为代表经典与潮流的独特 icon， 集团的创新先锋也不断驱动着集团的成功。两款全新车型 MINI John Cooper Works Countryman 和新一季 MINI John Cooper Works Clubman 也在车展前夕上市，并在广州车展闪亮登场，为宝马展台带来更多迷人的风采。